兔妹妹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情睡大觉？四种灾难马上就要降临了，我们赶快建房子躲避啊。这大晴天的哪有什么灾难，小迷你该不会是脑子发烧烧傻了吧？哼，不听小迷言，吃亏在眼前。这次我准备在镇中心的位置建一个空中别墅，这样就能同时躲避四种灾难啦。地板的话，看我全部都用超坚固的救命银块给建上，就算灾难再恐怖也能抵御住。搞这么复杂干嘛，我只需要在角落里面建一个房子不就搞定了。切，懒得跟你废话。这次屋顶看我分别用荧光金块、赤焰块、青春宫灯和琥珀块给建上。奥利给干了兄弟们。怎么样，是不是非常的别具一格？咦，花里胡哨的一点都不好看。哼，一点都不懂得审美。等下敢不敢比一比谁建的房子好看又坚固的？比就比，谁怕谁，我小兔子可是建筑大师，闭着眼睛建都比你的要好看100倍。咦，你是什么牌子的塑料袋，怎么这么能装？这边四面墙看我全部都用玻璃给封上，不仅采光好，而且还能观察到外面的情况，简直是一举两得啊。糟糕，灾难怎么这么快就开始下降了？嘿嘿，不过你们看我这房子里面非常的安全，一点事都没有。不是吧，我这怎么是臭水区域？我去，这味道也太上头了吧。哎呀，臭水不挺符合你的吗？你平时不都是拿臭水当水喝啊？滚滚滚，你这是风幽精转世吗？怎么这么会说风凉话？这臭水虽然臭了点，不过也是非常安全的。是吗？一会儿看你还能坚持多久。